马上就好了啦。在 4Play 下班后，唯一可以喝我调的饮品，就只有我的女儿。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啊，我就是念餐饮管理科系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餐饮比赛，我记得应该是金爵杯的比赛第三届，然后那时候花式调酒才正要开始起步。那因为我们是传统调酒的选手，我们只会拿两杯这样很优雅的倒，然后这样慢慢的 shake。可是相较于花式调酒，他们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化，他们可以绕瓶，然后三只啊、八爪啊，这样我觉得好帅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花式的动作，让我到现在都记忆非常的深刻。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绕瓶的动作，然后换丢，然后对，你想干嘛？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动作让我觉得，调酒不单单只是倒啊，就是摇啊，然后就让我对调酒一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难得吗？更难得。很久没有练了，不要啊，真的不行，太久没有练，摔破很久啊。离开这个行业，我有过。但是绝对不是失去热忱，因为那时候记得应该是2008年吧，那时候我跟小燕正筹备要结婚，但是为了给老婆有安定的感觉，跟老婆沟通之后，我还是选择离开这个产业。离开三年后，然后在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看《八点档》，娘家，对 ，Allen 打电话来，超好笑的，他一开一口就说 ：“Frankie， 你五十万？”我说：“我哪里有五十万？谁身上随时准备五十万？你有吗？你没有嘛，对不对？”我吓死了，我以为他撞到人，然后他就继续说：“你有没有嘛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真的没有啊，你到底要干嘛？”然后他就讲：“没有。”我们要开店，我们约定好的事情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做。我那时候心里高兴的要死，我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跟小燕讨论一下。”其实也是因为家人看得出来我对八天的这个职业的热忱，所以他们也非常鼓励我回来。我就跟人讲：“50万现在没有，但是开店有，不过要借。”没想到啊。是因为家人离开这个产业，最后也是因为家人的鼓励而回来。哎，行了，对不起，看你，回到吧台后，上班除了思考满足客人的需求外，其实都会想到家人当下在做些什么事情。
老婆是在陪着女儿画画呢，还是在吃饭，还是在看巧虎，满脑子都想着他们。所以我会早起陪家人，陪女儿睡午觉，然后晚上吃完晚餐才去上班。休假的时间跟他们出去走一走，逛一逛，或是安排时间周末过玩几天。这不只是我想念他们，而是我不希望日夜颠倒的工作让我错失了跟家人、老婆、小孩相处的时间。爸爸，我可以来说普来上班吗？可以啊，等你十八岁。爸爸，你可以让我去夜店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要等你十八岁啊。好，爸爸，你要讲什么给我喝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这一杯，瞧。不过你现在不能喝，先喝这个。我的梦想与希望就在我的身旁。那你呢？我是 Frankie， 我在 Fort Lake。